这个左弯杀小，我在干嘛？到底你要杀我？谁叫你在开车？你在干嘛？哈 ？Hello？ 那你在看手机啊？这不是三宝，什么才是三宝啊？我来停车。标题是垃圾不落地。哎、欸，汽车送袋子。这位先生讲话是有点可爱呀、啊。然后来，我们看一次哦，这到底这个垃圾袋是哪里来的呀、啊？天降垃圾袋！哦，太嗨了吧！汽车送袋子。我觉得袋子勾到他手上呢，他拿走，这是非常可取的一件事情。垃圾不落地，来下一个。阿贝放暗器，来，暗器在哪里？哎，哇、哦，连我都吓到啦！身为一个三宝王者，哎，这开始，哎，我这个老司机都会吓到是怎样？哎，哎。我都吓到，代表什么？你假如是骑车的，你当下应该多闯。哎，一阵风儿，哎呀，你是风，你是沙，哎，是的，是的，什么年代了啊？来，看一下，我看一下，2022年啊，怎么还有人骑车？他妈带瓜皮，带瓜皮就算了，扣袋子，三宝。哦，是的，那我们看一下炼狱。啊，炼狱，哇，这个炼狱这个压车，哎，完美火花，哎，虽然这个风声特别的大，但我依稀啊，再放一次，啊，大家听到了吗？拍摄者的嘲笑声。哦，让我们看一下的，这炼狱事出必有因，来，来炼狱，让我看一下你是怎么压车的啊。哇塞！起跑第一个，头牌起跑，第一号弯进去，一号弯进去，哎呀！哎，其实真的讲，我真的觉得在市区骑车就单纯转弯过弯可以摔车的，哎呀，真的很屌。之前市民大道也有一次嘛，啊，这个也有一次，就是到底要怎么骑车可以这样子啊？来留言告诉我，你觉得 ？OK， 来第四个，标题是。朋友说这样骑车比较快，来来来，是骑什么车呢？骑什么车呢？哎、欸，哇塞，欸、这个多像啊啊啊！哇塞，这个666啊！哇，这鬼子路线，哎，这个这个，你这好朋友，真的朋友很好，帮你投稿这个。对啊，右弯，他直接骑到对向外抛了，外抛到对向以后，他不收线进来。持续的怎样？直接下去了。这可能麻烦就是有在骑车的，你可以告诉我一下。他第一个右弯过去，他外抛了，正常会怎样？先拉回来或收油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会来放滴滴喽？啊，然后直接下去了。哎，这个哎，我最近开始遇到一些我无法理解的三宝嘞。我是三宝博士，怎么可以这样呢？但是这个洗车是的确比较快了啊。OK， 来下一个，来无照极落。来来看一下无照的滴滴滴对，喂，无照滴滴滴对滴对，啊，滴加，哦 ，shit！ 假如今天没有告诉你们说，这是无照，你会觉得说，哎，这还好。但是一知道是无照，哎 ，go！ 跟你讲啦，外抛这种事太多人，呜。一次赔两个哦，赛到两个直接赔好赔满，无照嘛，对不对？还没18岁就先赔一条大的，让他知道人间疾苦。其实我在很多学校演讲的时候，我都先讲这个。来，各位同学有没有外抛过？来，我就先放外抛的三宝影片给你。来，有没有外抛过？基本上哦，60%到70%都外抛过哦，80%呢，我这保守了，80%都外抛过。所以各位年轻人，你们看到这里的时候，麻烦拜托好不好？要外抛。啊，为什么外抛呢？就是因为贪啊，或是路不熟啊，或骑太快啊，各种原因都有。但是记得，真的外抛非常的危险，赔钱事小，伤身是大。OK， 来看是，啊，这你到底要转去哪里啊？啊？
你右转的时候你没在看路吗？OK， 首先呢，假如是我猜的对的话，我猜那台四轮呢算是有礼貌。虽然看似大家觉得说，干你在这里开啥小，怎么你靠右边，以后靠右边又切出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知道说旁边有一台车过来了，他怕塞到人家，然后他选择好了，算了算了，走错就算了，他就切出去了。第二种是什么？他一靠进来，他不知道他到底在哪，说：“我该走里面吗？可是我应……是那边，他切出去。好，这种就是不好。但是总归而言呢，这个上面什么路啊？为什么机车专用道会在中间呢？就是这才是要嘴一下台湾这个什么这个车种分流的这奇怪的路权啊！你不觉得很多状况、很多的车祸，或是很多这种大家撞来撞去，或是挡来挡去，就是因为你看我。”道路上设计呢我们真的是不好意思嘴啦我还是不知道这台汽车在开三小，我只能问各位了。这一集我怎么一直问各位啊？天哪，最近的三宝是怎么啦？来下一个。我是高雄来的这是听说高雄啦，标题是高雄盛产猕猴啊，帅啊！这个我就知道了这个我就知道问题，大外哥嘛，哇塞，这个是 Manny 吗？南 Manny 北 QC 嘛，对不对？哇塞，那个后座直接手一定要打直。哇塞，先生，我觉得你挺适合骑美式机车的但是呢，这个大外哥就是不对。假如台湾从小到大法规就是左转靠左，右转靠右，就不会有白痴他妈的整天他妈在最里面，然后他妈还想要什么超快右转的，觉得自己他妈大无敌，差一点就是撞下去，但撞下去你们也看不到了，因为换班会员OK 的，好，来下一个。哇，这屌了，这屌了，这个大家真的要小心啊！你看，看到了，哎呦喂，这个右弯直接开门。哇，这是哪个道具啊？是马里奥赛车是不是？再看一次。哇，这货车三宝。你好嘞，这个车多厉害啊！右转瞬间开门，开翅膀是怎样？哦，哇操，这个被打到了的。这个东西，这个装置，这个货车就只能在赛道用。你知道为什么？右弯的时候门打开，撞风增加阻力嘛。这也没有防哦，这个、有时候跟他讲防卫性驾驶没屁用，因为比不了啊！快速关，特别快，要到倒数两个了。OK，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哇，这个在干嘛 ？What？What 在干嘛？到底你要杀我啊？谁叫你在快车的？这个会帮倒数两个是什么？因为三宝真的很扯。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这个讲话也太有口音了吧？要杀我？这我没办法模仿。来，再大家看一次。这个左弯是杀小，那直接差点撞人，是怎样？真的是在干嘛？What？ 在干嘛？到底你要杀我啊？你要杀我啊？谁叫你在开车的？好啦，再放一次。我猜这台汽车想要超左边前面那台车。不好意思，这头晕的太。What？ 在干嘛？到底你要杀我啊？谁叫你在开车的？太娱乐了，这口音太棒了。好了，我认真讲解啦。左转那台汽车呢，它一定是想要直接超掉前面那台车，直接想要插它的内线。结果它一加速很快的时候，发现干，原来汽车右转，它会撞到，所以它直接怎样，当下立断再转一点，然后差点就撞到这个 quad。到底在干嘛？到底有时候投稿者哦，真的很可爱，好不好？来下一个。哇，这个屌了，这个是。大家看好了，处处都是经典。绿灯，你在干嘛？停了，哈 ，Hello， 你在看手机？这个很屌吧？这真的很屌啊！来，再开始，不是，
他一开始有出现吗？没有，他没有出现，他是边骑边看哦。大家看，一开始没有看到他哦。你看，没有，哎，你看，出现了。对啊，我要，怎么绿灯了？怎么大家都绕着我走？哇，这不是三宝？什么才是三宝啊？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好不好，这有人有遇过的吗？但不然等一下人家嘴说这是只是个单独个案，这是三宝之中的三宝，是三宝之王啊，怎么会有人可以这样子如无人之境一样啊？他就这样看着手机，这样然后一直停在路中间这样子，然后一直都有人穿着他穿过他都没感觉，就他一直人过一直人过都没感觉。哇，看这屌啦，伟哉啦，台湾三宝。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